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去板桥车站，今天是第17集。那刚刚我先去帮我们的交通俱乐部看完板南线的车次，然后我现在要直接从这边转台铁到板桥。那你们问我说为什么不直接在北车路就好了？然后北车有个难路的啊，我上一次路过一次，哪有一站一次挤三台车，我从来没遇过啊。总之就是因为台铁站太难路了，拍摄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我暂时不考虑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去板桥路吧。
Thank you.
相机撑不下去。
记录就录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个赞；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任何想法和意见，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 Timm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